it's time for Muay Thai. Five rounds for the WLF world title. First,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ack, weighing 135 pounds, standing 5'7", 8'32, originally from Thailand, fighting for World Muay Thai in Santa Clarita, California. His impressive record, 85-15 with 22 wins by way of knockout. This man's a three-time Rajadom Nerd Stadium champion, number one ranked Lumpini Stadium champion, and the former WCK world champion. I give you Mr. Lightning Lurzilla. And in the red corner, weighing 137.5 pounds, age 22, direct from Jiangxi, China, delivering a 25-5 with three draws, this man is indeed the WCK world champion, introducing Deng Tuqi.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里维拉酒店会展中心，为您带来这是 WF 泰拳轻量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的比赛。红方是获得过 WCK 泰拳世界金腰带的邓泽奇，而蓝方是大名鼎鼎的勒德斯拉。我们认识勒德斯拉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 KO 了李宁，获得了 WCK 的金腰带。但在去年的比赛里面，在他的卫冕战里，就是红方邓泽奇从他的手中拿回了 WKC 的金腰带。而今天他们两位又为争夺 WLF 泰拳世界轻量级的金腰带站在了一起。可以说今天也是勒德斯拉的复仇之战，而是邓泽奇的卫冕战。在去年的比赛里面，勒德斯拉在称体重的时候呢，由于体重超重呢，曾经在这个健身房我见到他，拍摄他。那今天却和去年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控制体重非常的好，在昨天的称重仪式当中非常轻松的就获选，但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他也非常的渴望获得 WF 泰拳轻量级的世界金腰带，同时也捍卫他 WCK 曾经拥有的这条金腰带。因为我们从今天这个勒德斯拉第一回合的比赛来看，通过这种躲闪是吧，能感受他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因为他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投入。邓泽奇也是在去年拉斯维加斯比赛当中是战胜了勒德斯拉之后一战成名，让我们中国的电视观众包括世界的观众认识了他。因为在赛前大家都很看好勒德斯拉，没想到邓泽奇战胜他，通过五个回合的激战战胜他，这就是勒德斯拉四次高边球的果断。你看他打的多么的沉着，因为邓泽奇战胜过勒德斯拉之后，在心理上占据了很大的这种优势，打得非常的自信。从开局到现在来看，都是主动进攻，而勒德斯拉是在寻找着反击的机会。第一局比赛时间到，第一局在用，最后这五秒钟打得非常的精彩。双方的第一回合的精彩动作慢放，肘击动作，弹肘，这是在最后的五秒钟，双方打了一个小的高潮。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里维埃拉酒店的会展中心，为您带来是 WIF 泰拳轻量级世界青腰带的争夺战。红方是邓泽奇，他现在身上还拥有一条 WCK 的轻腰带，他的对手就是勒德斯拉，这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因为这是争夺这个冠军头衔的比赛，所以双方要打完这个五个回合，这是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今天邓泽奇打的真是轻松啊，非常的自信。邓泽奇这个判断多么的准确，他在旗杆那个之后夹着一个接腿摔，但他没有摔的，而是接腿之后直面对方的门部。这是一种带摔，没关系，没关系。前摆。因为和这个勒德斯拉打比赛的话，你要尽量的用多出拳法，多出拳法，因为勒德斯拉拳法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很善于什么，这个高边腿的上头和他的膝法的进攻，包括这盘肘动作。因为邓泽奇在这个身高上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包括拳法上。今天这个勒德斯拉可以说打得非常的沉稳。要知道他曾经在这个 WBC 世界泰拳理事会当中曾经是排名第一啊，勒德斯拉，但是那是在3年前。双方这场比赛真是打得很精彩。可以说在去年那场比赛当中，自从邓泽奇战胜过勒德斯拉之后，他的这个精神层面包括他的技术层面可以说上一个大的台阶。这是双方的第四回合的比赛，因为要打这种冠军头衔是要打满五个回合的，每回合是3分钟。你看今天这个勒德斯拉非常的坚决，就很坚信我这个高边腿能上你的头。现在邓泽奇要需要解决的，不允许从上向下的砸击，90度的向下砸击。对了，前手拳，哦，很漂亮啊！还要找机会，要敢于打。明显到第四回合，现在这勒德斯拉开始慢慢的控制节奏来加强进攻。尽管现在我们看到邓泽奇进攻的这个气势是有，但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打进去打到对方的头部次数并不是特别多，这说明勒德斯拉的防守非常好。你看是吧，正面防守，啪，你一个起高变成我一个躲闪，哦，我们看到到第四回合比赛里面，勒德斯拉开始出拳了。已经倒计时，第四回合倒计时。现在这个勒德斯拉更注重有效的进攻和打击。第四回合时间到，在这回合比赛里面，我们看到勒德斯拉的有效打击明显比前面三回合要多。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里维埃拉酒店会展中心，为您带来这 WF 泰拳轻量级的金腰带争夺战第五回合的比赛。你看看洛德斯拉的这种后退的防守多闪，非常快。要知道这已经是第五回合了，体能多好，双方的体能的分配。要知道，邓泽奇目前还拥有 WCK 的金腰带。当时去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他从洛德斯拉手里头夺得了 WCK 的金腰带。今天也是洛德斯拉的一个复仇之战，这是第五回合。中间距离打前后走，而是邓泽奇的卫冕，是洛德斯拉的复仇。第五回合还在进行当中，谁能够拥有 WIF 泰拳世界级的金腰带？这是 WIF 第一条世界级的金腰带，到底谁能够拥有？我们看到洛德斯拉复仇的眼神，从现在场面上看，现在洛德斯拉是占略略的一点上风，也从场面的控制上，现在洛德斯拉占点上风。要知道这是五回合的较量，因为在前三回合比赛里面，邓泽奇尤其是在第二、第三回合控制得非常好。邓泽奇这回合出动作挺多，但是都没有有效进行打掉对方。现在勒德斯拉认为，我这一回合我取得了胜利吗？双方都在浪费时间，都没有主动的进攻的意识。邓泽奇在逗他，你不进攻，对不起，我也不进攻。因为第五回合从有效击打上，你看看邓泽奇，你虽然出动作，但是你都没有打到对手，而他的摔法包括袭击包括低扫都击中了邓泽奇。这时候邓泽奇已经没有时间了，已经没有时间了。勒德斯拉今天采用的是打防守反击的技术，运用的非常成功，尤其后两回合比赛里面运用的非常成功。Because of the end of five rounds, Judge One scores it out 48-47. Judge Two sees it 最折磨的时间到了 46. And Judge Three has it 49-46.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By unanimous decision, 我们看到勒德斯拉非常的自信，最终勒德斯拉赢得了 WF 一条世界级的金腰带。No power, no training a little bit, but the guy from China, he oh really good fight, he strong hand, but good, yeah. 我现在真的是不忍心再。一开始没有太急，也有点小一点紧张，然后全部没有防到，全部很轻松的让他打上来了，然后还是这一点让他吃个亏，吃了，然后吃了他两个高扫，不能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压力吧。